好，来继续来看高雄市，今年到达两个多月，已经发生到17件重大的刑案，包括抢劫、强盗、重大的窃案、抢劫甲杀人案，是6都上多。警政署甲高检署联手来规划着今年第二届的全国的大扫黑，80000的警察总动员。警政署长陈家钦要求各管区的警察局长甲分局长要来担起着成败的责任。一警员全副武装，举枪冲入门，嫌犯要伫碰椅顶伫困。正面有没有？正面看嘞。警方大场面是因为目标是南投角头老大，伊从乌手冲入落水溪疏浚工程。刷轿车出入工地，车头拢爱搭狗的大爪，连怪手嘛同款。五阿款姓吴的角头老大是爱搞人事，工人的薪水会抽1/3，这个老大一个月收30万，工人走去啊，去牵着工程的进度。警政署少年署8天执行全国的扫黑，动员超过10000人次。虽然讲有2600多人，不过南部枪声不断，高雄市个人讲是枪支之多。我们从警察的查缉能量，还有司法的重判呢、严惩，这样才能有效杜绝这些非法枪械的存在。扫黑帮救治安的信任度，乡亲敢有感觉？这枪警表面的动作，较大是一个意义。